里有点闷，我想通通气。我替他向你道个歉。表妹为何替他道歉？你果然还是喜欢他。况且你们还有婚约。我是不会跟他成亲的。那你们的婚约，既然我爹不同意退婚，那我就主动让他退。朱如表妹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其实我，哎呦，外面好像下雨了。表哥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啊，你快先回去吧。慢走不送啊。又怎么了，小苏？快来来来，进来。甄姑娘，求求你成全我和世子吧。世子怎么总看我呀？就觉得你好像变个人。原本像我这样的人，从小就无依无靠，只能自立自强。但是，这不是遇到世子吗？不是世子，你说我是你护着的女人吗？世子都是骗人的。不行，我这条面是珍珠的。女人，我劝你拿上前见好就收。但我却觉得您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。既然收了您的钱，那我就再帮帮您。司徒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刚刚看到甄姑娘和沈夫子有说有笑的出门了呢。没事。这次野外作业需三人成组合力完成，每人完成对应任务，成绩计入期末考核。什么狗屁荒野训练？本世子何等身体娇贵，要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喝凉风？司徒，你的任务是什么呀？我先帮你完成，你再帮我好不好？司徒男主，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婚约，我要去告诉你娘。我们不是说好的做戏给他看吗？我可曾问应过你？另外，我们二人的事情不需外人插手。都怪小爷我魅力太大，以后可得收敛点。